未来美的八分钟急速补水面膜，你知道其实孕妇最需要的保湿。其实我的肚皮可以一直保湿，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精华液真的超级多，可以一直倒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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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出来，然后看我会把它加在脸上。我是脖子、奶，还有肚子，肚子也可以涂。然后湿的时候，你看它有多薄，湿的时候我会从下面湿，感觉会有点微微拉提的感觉。你看，脸上的精华液还是超级多呢。再来呢，我们敷完脸了之后，噔噔，基本保湿水蒸膜。就是它是一瓶两用的，你可以当那种保湿凝霜，就是薄薄的擦，然后也可以当晚安冻膜，就像厚敷那样。好，然后它就是那种水蒸的科技，你看它是像那个果冻状，然后你它这种果冻啊，一碰到肌肤，你看碰到肌肤之后它就会变成水，超保湿，超喜欢这个。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是，除了保湿之外，什么成分都没有，所以其实是对肌肤来说最安全，然后最好的。它是瞬间变成水之后，还可以马上吸收，所以你不会觉得黏黏的、腻腻的。你看我手已经干了，是很舒服，然后觉得补充到很多很多水分的感觉。你看超亮，是不是又白又亮？